不爱他，清泉的热情奔放只是虚浮表象，冰冷寂寞之时，他的心才显露真实。这次也同样附了一张图呢。什么嘛，还要猜谜吗？不行了，盼萌觉得好累，头晕晕的，大概是用脑过度了吧。总之，这次也靠你啦，嘿嘿。没有想法的话，就再去找凯亚帮忙吧。Thank you.
根本不爱他。清泉的热情奔放只是虚浮表象，冰冷寂寞之时，他的心才显露真实。想到什么了吗？这该不会是你们碰巧捡到的恋爱小说的残页吧？原来搞错了呀，怪不得我这么聪明都猜不出来。我开玩笑的。你认真点啦，凯亚。这个谜题确实更难猜一点。清泉？是说清泉镇吗？清泉的热情奔放，什么情况下清泉会显得热情奔放呢？不错的想法，比如遇到瀑布之类的。这样看来，我想他指的应该是清泉镇后山的瀑布，只有在那里，恩泽蒙德的清泉才会显露热情奔放的一面。至于瀑布的心，应该就是瀑布左侧的山崖之上吧。我巡逻的时候从瀑布下面眺望过那里。最后冰冷寂寞之时，大概和神之眼所能操控的冰元素脱不了关系。你最好带上一位能够掌控冰元素的朋友一起去。不足挂齿，作为西风骑士，如果连猜谜都不擅长的话，还怎么看穿罪犯的阴谋诡计呢？那我们去清泉镇看看啦，就不打扰你的阴谋诡计了。嗯？哦，不对，是不打扰你看穿罪犯的阴谋诡计。劝你放弃。你的性命我收下。
抱歉啊。藏宝图画的还真是潦草呢，确实像是出自海盗之手。那么现在，派蒙觉得不需要哦。不直接过去的话，万一被别人抢先，可就麻烦了。比如凯亚，凯亚说过的盗宝团之类的家伙。总之，我最多只是想借来那把剑。不，只是想去看一眼而已，绝不是想着什么天下无敌、高枕无忧、吃喝玩乐之类的事。好了，闲话就等到找到宝藏以后再说吧。阿卡迪亚寻宝之旅正式启程。迪亚遗迹就是这里了吧？怎么说，感觉稍微有些普通。我明白了，正所谓越是普通的地方越容易被人忽视。真是深刻，凯亚的爷爷果然厉害。是老鼠。别疑神疑鬼了，不会有什么问题的。动作要快，宝藏已经在里面等我们很久了。
让姐姐帮帮你吧。老实点，这个如何？别逃哟。你的性命我收下，别白费功夫。就是尽头了。宝藏，宝藏，藏在哪里呀？旅行者，一起在附近找找吧。这就不用麻烦你们了，剩下的由我来接手就好。真是机灵。不过现在才发现，是不是有点太晚了？你们好，我是伊扎德，替盗宝团说声谢谢吧，感谢两位好心人为我带路。啊，真是奇怪，我们明明一直都在暗中行动，宝藏的秘密是怎么泄露的？哼，我可不会甘心的。喂，盗宝贼，你以为我们不会反抗吗？你要是这么瞧不起我们的实力，一会儿就别太吃惊了。只要我一声令下，外面埋伏的兄弟们就会来和你们打招呼了。可惜呀，他们不会像我这么好说话的。在阁下这么开心的时候来打搅，真是不好意思。至于你的那些兄弟们，他们已经没法回应你了，恐怕你只能去蒙德的监狱里探访他们了，或者与他们做个狱友也不错吧。骑士团的人，哇，是凯亚！凯亚，他在打你的宝藏的主意，快点把他抓起来！切，糟心呐，明明就快到手了。啊，宝藏？不好意思了，这里根本没有什么宝藏。辛苦你们白跑一趟，
那么现在束手就擒吧。没有宝藏。凯亚刚才是不是说没有宝藏？被算计了，没想到骑士也会用这种下作手段。身为盗贼，就不要随便评论骑士的智慧。喂，等等，你想干什么？谁要被你们抓住啊？这是什么？我不是故意的。快想想办法呀！想就这样看着我死吧？倒也算是不错的提议。快！好了好了，我会认罪的。你要怎样都可以，麻烦你快点出手啊！那就成交。哎，稍微加个班吧。你的性命我收下，别逃哟！劝你放开，小师可别上瘾哦。是啊，没想到居然混到了被骑士团救命的地步，真是丢脸。别忘了你承诺过什么，否则刚才的东西绝对不会是你见过最可怕的东西。这，喂，你们骑士团都是这样对待嫌犯的吗？开玩笑的。好了，把他带回蒙德城吧。是，凯亚队长。队长，这两个人也要一并带走吗？什么？不用了，这两位可是本次行动的功臣，没有他们散布假情报，我们也没那么容易搞定盗宝团。骗子，喜欢说谎的坏人，骑士团的败类。停停，好了好了，尽管宝藏是假的，但至少有那么一瞬间你是想要独吞的吧？不然你们为什么不通知我，而是自己过来了？旅行者，我们走，谁有空和这家伙理论啊？稍等一下，二位帮了我这么大的忙，谢礼总是少不了的。这柄剑名为展开黎明指向胜利的拂晓神剑，如它的名字一样，是象征光明与胜利之剑。不嫌弃的话，这柄我珍藏已久的黎明神剑就作为给两位的谢礼吧。黎明神剑？没错，与通情达理的派蒙阁下很相称吧。如果谢礼是这柄黎明神剑的话，你们会理解我的，对吗？有你们这样温柔又懂得体谅他人的朋友，是我凯亚的荣幸。这次的事实在抱歉，但请派蒙阁下放心，同样的伎俩我是不会用两次的。真是愉快的一天。那么我还要回去审讯嫌犯，今天就先告辞了，以后也欢迎来骑士团找我，我们下次再见吧。嗯。